啊，知道了。80光年。啊，找到了。原来是在这个地方。通过游戏。找到了。等等等等。你看过外星版人版的山人？人山人海吗？就在他们那里。外星人在哪儿 ？Oh my god！ 在这儿。打开，这是件衣服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不是什么东西啊，这个在乱穿。啊，可恶，居然被骗了。找不到外星人的人山人海。哇，人山人海耶，外星人的人山人海，看到没有？哦，不，我知道了。哦，在这里面吧，看有没有在这里面。管爷，我送你上去好吧？怎么送？一二三四，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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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你先跳一下吧。一二三，走！有没有啊？哇，我看到了，在光年之外。上领宅。现在关起来，我真的，我一个个找，真的。啊，找到了！哇，不愧是你！哇，不愧是领宅。来听我的声音，礼物卡。嗯。有一位外星人，他把礼物卡放在了他的口袋里，然后就回家了。那是一位爱干净的外星人，每天回家第一件事情就是，哎呦，好一个亮相，洗澡。所以是不是在卫生间？这里边有外星人吗？爱干干净的外星人啊，会在家庭的吗？没有，我看到。哎呀，哎呀。真的是调皮啊！真的是啊！什么呀？这是什么？睡觉。叽叽叽叽叽。哦，在床上。快去睡觉，他会就会告诉我们答案。找到了，哎啊！恭喜你，快去找胡迪，将这张礼物卡交给他，即可收获大礼包。胡迪在下面，我们去找胡迪。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，不要睡了，不要睡了。好的，走了，走了。Range, range。哦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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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呦！这，那我们就去找胡迪吧。